来吧，我们又来坐到它的第二排了。你看这个扶手挡板啊，这个也是非常的舒服，对不对，大哥们？这边还是有一个杯架的啊，超级方便。您在倚靠在上面啊，咱们小憩一会儿休息一下都是可以的啊，超级超级舒服，对不对？价格的话是39.38，这台是530啊，大哥530，超预算没有？有没有超你们的预算啊，大哥？我想问一下，我这边大哥们，你们买车的话是有多大这个预算？十几万呢，还是20几万，或者是几百万的这个预算？哦，我们家都能给到您，不管你要什么，你要飞机，哎，你要大炮，你要飞船，大哥都能帮您找到啊。好，下一个车你们看看什么？要不要去看一下520？如果觉得这个车贵了一丢丢，没事儿，我还有。特别是我们家有一台5系，很便宜，16万买523，感兴趣没？心动没？大哥，听到这个价格，你们应该来点，拿着手机拍的呗，大哥，对不对？华仔，好久不见了啊，好久不见，想我了没有啊，华仔？我算算有多少天没有见你们了啊？应该都起码有个3、4天了，对不对？3、4天没有看到你们了啊！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啊，老粉们。你要找其他的五系的话，那你想找哪个？老师，你想找哪个？我可以帮你找，支持定金找车，你要啥子都能给你找，好吧？包括如果你们想给你们找个媳妇儿啊，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哦。玛莎的话，我们家暂时没有，但可以帮你找。你要什么样的玛莎，我都有，对不对？红的、白的、绿的、蓝的，你要哪种？好，来吧，跟着我一起去第二排看一下啊！欢迎各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欢迎你们来到苏苏直播间。咱们点点关注啊，点了关注不迷路哦。我在刚凯名车等大家来找我买车。咱们家现在的话也收了很多这个车型，就算您是月薪两位数，都能够开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去第二排看一下下吧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感谢大家支持。